玩家在水里能受到火焰伤害吗？史上最强种子，奇怪的闪电，那么本期视频到此为止，不知道各位看官看得还满意吗？喜欢的观众点个赞可好啊。那么我是阿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小伙伴们，我们阿阳家族新出了一款游戏，叫做是男人就跪100层，里面的我老惨了，不仅要跪搓衣板，还要跪榴莲。不过据说里面有一个神秘的彩蛋被藏在了第200层，想知道彩蛋到底是什么的小伙伴赶紧搜索是男人就跪100层挑战一下吧。